基本上在日本福岛核能危机之后，全世界呢就慢慢的淡忘了全球暖化的问题，而美国本身在这个时候再次提出，过去呢对于全球暖化温室气体排放可能最积极的地区欧洲，却因为另外一个因素跟福岛核能电厂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而重新的要开始燃煤，很大的理由就是乌克兰所引发的欧洲跟俄罗斯之间的能源争夺战。由于乌克兰的整个危机呢持续的发酵，礼拜天呢虽然本来俄罗斯已经跟欧洲安全会，也就是欧安会呢达成了协议，希望在乌克兰东部地区这几州亲俄罗斯的地区延缓不要进行公投独立，但是这些地区的亲俄人士说不，我们坚持还是要公投独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头呢，即使俄罗斯出面和欧安会达成了妥协案，都没有办法解决乌克兰的情势。而目前为止呢，整体而言，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能源依赖，使得很多欧洲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脱离俄罗斯对于整体控制能源之后整体地区区域的影响，所以欧盟就从今年开始进口美国非常多的煤炭，那么总远远高于在2003年的1360万吨，几乎呢上涨了将近快要2倍半左右，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啊。那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分散能源的来源，因为过去呢他们几乎都是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按照统计呢，欧盟的天然气有25%来自于俄罗斯，两边的关系紧密也复杂，欧盟仰赖俄罗斯的能源供给，俄罗斯当然也需要这个大客户，可是对欧洲来讲，它完全没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可以走的空间，而它选择的方法是从美国进口大量的煤炭，而且它进口的数字呢，比起2003年当年，也就是欧洲全面推再生能源，在京都议定书之后比较起来来讲，非常不幸的，从1360万吨要增到4720万吨，它增幅非常的惊人。或许人类很多时刻在各种不同的危机交错之下，正往一步一步的悲剧过去。那么常常呢，欧洲重视再生能源的时刻，美国忽略。美国开始重视对于燃烧煤炭问题的时候，欧洲开始却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开始燃烧煤炭，然后欧洲某些国家他觉得还要发展核能的时刻，就发生了日本福岛核能事件。那么不管有多少的事件全部集合起来，似乎人类对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的事情，对于后代子孙的家园，对于20-30年以后我们所居住的地球粮食短缺的问题，我们似乎一步一步的都在束手无策。但是美国所通过的清洁能源法案，基本上呢，因为美国还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消费市场，那么一般看法，如果它变成一个碳关于管制的国家，它不只是对电厂课征碳税，要求它课征污染方面的惩罚，最终呢，它建立了一些所谓碳足迹的物品管制的话，它还是可能改变全世界对于碳足迹、对于火力发电的一些重要的影响。当然，这相关的法案在美国的参众议院在游说团体里头，几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通过的一个迹象。来看一下日本。日本呢，自从31海啸之后，它停止了所有的核能发电厂。那么本来呢，有将近8家左右的核能发电厂希望能够申请恢复供电，而最近大概首先会被批准的是9州的核能发电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最近特别到欧洲访问，其中有一站就是到了法国，因为过去呢，很多人觉得日本的核电不安全，一大个原因是日本受到来自于美国核电厂的压力。那么美国的核电技术在世界上并不是最先进的，所以这次安倍晋三特别在法国访问的时候，就是说我希望能够有高端的核子反应炉，某个程度等于是间接的告诉日本人说，我们可以找到更安全的核能电厂啊。那这是日本呢安倍首相企图恢复核电的一个做法，非常大的一项原因就是过去日本限电之苦，而夏天很快的就快到了，他们预估呢，可能今年到5月左右，日本就可能面临限电。而日本最近东京也曾经断电过一次，这次断电的原因呢，跟核能电厂一点关系都没有，纯粹是变电所本身，它的整个交换
整个电力的过程当中，就是它的整个电力交换系统出了问题啊。但日本人就马上想起来，从宫城海啸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福岛核能电厂呢主要是供应给东京方面的电力，所以他们限电了蛮长一段时间。那么这个时刻对于即将来临的暑假怎么办？现在安倍晋三希望能够说服日本人重启部分安全的核能电厂，但是当然日本反对的也很厉害。那日本希望能够进行再生能源更大的一个比例，台湾有很多反核的人也是如此。但日本的经验呢，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来参考。日本的再生能源条例呢，其实通过的时间比台湾来的早非常的多。大家不要忘记，当时1998年京都议定书，也就是全球最早的、最重要的全球性的气候议定书呢，就是在日本京都制定的。日本在非常早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把自己希望奠定成一个全球气候变迁的模范生，所以它的再生条例呢，能源条例通过的很早。可是它的再生能源，日本的 NHK 呢制作了一个纪录片的专题来讨论，为什么它的再生能源没有办法向欧洲提供这么多的分配的比例。在德国的话，再生能源比例甚至高达15%左右。那同样一起起步的日本，为什么做的这么差？那日本 NHK 做了一些深入的报道，他们发现法律规定是一件事，民间电厂应付起来是另外一件事。台湾的观众可能首先要先了解，日本的电力公司呢是民营的，很多人讨厌台湾的台电，觉得国营不好，一定要民营好。现在给你看看民营电厂，它面对再生能源条例法律通过之后，它本身在里头钻漏洞，跟在法律里头找它的空隙的一个相关的例子啊。那德国人基本上呢，虽然它也是民间电厂，可德国人基本上他们的电力公司是政府规定什么，他们大致就会做什么。那我们的文化比日本人还要不守法。那日本本身呢，它的电厂对于国会议员都有很高的游说力。那日本的再生能源法案通过之后呢，它本来是规定你呢作为一个民间电厂，你有义务要向民间，如果它有太阳能，你就要回购，就是要买它的太阳能。可是它在法律里头又有例外原则，说为了保持你的利润跟你的稳定性，你可以自定回购的比例。所以等于是前面说你的义务，后面又说你可以自定比例，这个这义务等于是假的文字一样。那日本的民间电力公司呢，基于他们自己的利润考量，在这个情况里头，他们就做出了很多变相的因应方法。因为大多数可以发展太阳能的地方，比如说像北海道啊，它可能发展风力发电，有些地方它需要很宽广的地点。他就说，你们这些民间，你们要我买你的这个再生能源的电，太阳能也好，风力发电也好，可以。你要自己盖网路，你要自己把电网盖起来，民间哪里有这个钱？民间没有这个钱。接着他就说，你一会儿冬天有电，一会儿夏天没有电，在这个情况里头，对不起，我只能够定出一个比例，这个比例小到让这些再生能源的相关的电厂几乎没有利润，甚至破产。所以到目前为止，日本虽然在1998年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而且呢，在21世纪初的时候就通过了再生能源条例，可是它完全没有办法使自己变成再生能源的大国。这对我们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不要以为台电民营化就可以解决问题，也不要以为像台湾这样的一个国家形态，你定了一个再生能源条例，就会有再生能源出现。某些人永远有他的漏洞可以钻。停电の時はここで音楽会をやってたんです。聞いてたところ、パタンとこうすごい勢いで切れたでしょ。何事でしょって外見たらどこも真っ暗。停電の影響で現在も消えたままになっています。信号機の下では。警察官が出て交通整理に当たっています。4月27日晚间8:25，东京八王子市无预警陷入一片黑暗，一时间街头只剩汽车发出的点点亮光。停电が原因とみられる交通事故の。连接东京新宿与八王子市的京王线电铁部分路段一度停驶约30分钟。总计东京多摩、八王子及日野等地共301000多户停电。东电紧急抢修，终于在2个半小时后，于晚间11:04全面恢复供电。この度は大変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ました。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东电八王子分社高层隔天亲自到八王子市为停电致歉。虽然初步认定这次停电是南多摩变电所电流切换开关故障所致，
但突如其来的停电依然唤起了东京人对2011年311地震海啸之后限电十日的痛苦回忆。改札付近には混乱に備えて警察官が立っています。新宿駅だけで70人ほどが配備されています。核能发电曾经占日本供电三成，但自福岛核灾后，日本陆续停止核能发电。2013年9月，大范核电厂停机检查后，如今日本48座商用反应炉已经全面停止运转。为了填补电力缺口，日本自2011年起每年夏天实施限电。无奈2013年日本出现了创纪录的41度高温。2014年5月，东京高温又已经来到相当于7月上旬的25度。限电噩梦眼看又要在电力吃紧的夏季卷土重来。电力问题当然不能光仰赖限电。2011年开始，日本政府全力推动再生能源发展，但直到2014年，再生能源中最大宗的太阳能发电，实际发电量也仅占供电约2%左右。日本绿能之路不如预期顺利，与政策制定太过天真有关。太阳光発電を手掛ける業者が作った電力は、既存の電力会社が買い取る仕組みとなっています。太陽光の買い取り価格は42円、風力や地熱などに比べて2倍近く高く設定されていました。制度では20年にわたってこの価格で買い取ることが保証されているため、初期の投資を差し引いても巨額の利益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す。大体場所なんですけど、あの奥の白い柵分かりますか？はい。あっちまでです。新的太阳能发电申请件数爆量涌入，高桥大介也是在政策吸引之下，成为发起太阳能大梦的其中一人。他砸了1亿日元，在北海道买下一座跑马场，算着未来20年太阳能发电能够为他赚进多少钱。不料就在架设太阳能板前，收到了来自北海道电力的一纸通知，告知他就算发了电，北海道电力也不会回购。これはもう痛いですよね。せっかくいい話が、日本の太陽光発電の将来性と言われると、果たしてどうかなと疑問を感じ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依照法规，民营电力公司本来不得拒绝回购再生能源电力，但在确保电力供给稳定的前提下，政府允许民营电力公司考量其利润，自定回购比例。北海道电力以供电稳定为由，将电力需求配额留给了核能及火力发电，仅留给太阳能40万千瓦的份额，超出就不买。不但电力回购现实与理想落差大，如何把电力传回市区又是另一个大难题。夏は東の風、冬は西の風を非常に受けやすくなっていますので、風力発電に非常に向いている場所だと思います。这里是位在日本青森的风力发电厂，设置了50座风力发电机。虽然业者很想扩大发电规模，但碍于最近的变电所容量已趋饱和，想要再加大发电量，必须自行建设新的输配电路到40公里外的另一处变电所。无奈新输配电路造价高达40亿日元，将近12亿台币，这还不包括未来的维护费用，都必须由风力发电公司自行吸收，超出企业负担。因此，就算明知道北海道北部拥有400万千瓦风力发电量的潜力，也没有企业敢贸然投资。因为已知北海道北部到东京的输配电路容量不足，若想扩大容量，需斥资5000亿日元，将近1500亿台币。これ以上風力発電ができないという残念というかですね、資源を日本の資源を活用できないという現実に当たりましてですね、非常にもったいない。事实上，日本推动绿能面临最大的阻碍在于日本电力公司都是民营企业。自从核电停止运转后，各电力公司几乎连年亏损，自然不愿意多花钱为政府政策买单。即使日本政府分别在2012年及2013年允许5家电力公司调涨电价，
但是在4月30号公布的2013会计年度财报中，十家电力公司仍有六家呈现税后净利亏损，主因都是核电停机又遇上了日元贬值，导致进口燃料成本大增所致。除了中国电力外，其余五社更是已经接连三年出现了赤字。于是，日本国营的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宣布投资九州电力与北海道电力共1500亿日元。日本政府也不得不批准撑不住的中部电力在五月调高电价。然而，调涨电价的效能远不及重启核电，因为哪怕重启一座反应炉，就能够为电力公司每年节省1000亿日元，将近300亿台币的支出。2013年七月以来，日本总计8家电力公司十所核电厂，共有17个反应炉申请重新启动。但现在，仅九州电力的川内核电厂看似最有希望。不过，当地民众近60%反对，全日本不支持重启核能的民意也超过了50%。九州电力希望赶在6月以前重启核电，能不能如愿，还很难说。